天重庆的夫妻俩啊，让我帮他选一只份儿的小母熊作为陪伴。他俩的要求比较高哈，要求是体型小，毛量多，然后眼睛大。我一共给他准备了两只，先给你们看一下第一只哈。这一只就长得比较秀气一点哈。哇，这个长得太好看了吗？还吐着小舌头。是呀，眼睛贼大哈，像黑葡萄一样。对，再看一下它的毛量，毛量挺多的哈，体型也小，我蛮喜欢这一只的。哎呀，小腿也短哈。是的。哎呀，接着再给你们看一下第二只哈，第二只的感觉完全和第一只不一样哈。这个长得比较呆萌一点。对，这个长得稍微有一点憨憨的哈。它的体型我感觉蛮符合它俩的要求的哈，毛量也多，体型也小。咱们现在给大家视频看一下吧，看他会选哪一只、啊、好的，这两只对比一下哈。对，安心你好，来给你看一下狗狗。嗯，这是你拍的视频啊？对，这是刚刚上新的。嗯，拍视频的是这一只，拿过来来看一下，看刚刚我拍的是这个啊，是这一只。右边这只是不是？你看，再看一下脸，看看这只好像是不是要白一点呢？对对对，啊，这只白一点，对，整体要白一点，眼睛更大一点，对，嗯，这只你看，这只也白，哎呀，毛有点黄，对，这只毛更好一点，我建议你选这只吧。那接下来，然后就在这摄像头平对着，然后看一下，这只胖胖的，对，这只更可爱，我也是建议你选这只。嗯，然后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位夫妻俩的眼光真的好哈。是的，这也太好看了，选了这一只。对，真的是符合他们的要求哈，也是大眼睛的，嘴巴也特别短，给他比一下。是的，真的超短，哎呀，好害羞了。是，去新疆幸福去吧，拜拜啦，拜拜。